No， 一辈子不会把我女儿照片分享给大家。很抱歉，如果我手上抱着你，或者我带着我的家人的时候，你不要拍我，真的很没礼貌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很糟糕的人在网络上面，他会讲一些很糟糕的话。我觉得他这个纯洁的灵魂，他不需要去经历这些东西。这都是我造的孽，冲着我来。最近当爸的感受是怎样？当爸真的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这辈子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到目前为止，对，就是第一眼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，真的是太屌，真的是太屌。你从来没有，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第一次看到人。第一眼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上一个人。今天带我女儿出去，就想说天气好嘛，然后就出去踏踏青这样子。有遇到一些就是一些人，他们就是会拍我们照相、啊。很多人会觉得说啊，你是个公众人物，你没有隐私，你可以给大家拍，说我可以理解这样子。你们要这样想，我 OK。但是因为毕竟，儿童他有一个他是这是安全问题，你不能够拍我的孩子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如果我手上抱着你，或者我带着我的家人的时候。你不要拍我，真的很没礼貌。你想要合照，你过来，我可以跟你合照，但是你不要拍我，因为我太太也好，我女儿也好，他们都不是公众人物，他们没有人想要被拍或是被PO在网络上。我对我来讲，这是他们的安全问题，所以 No， 一辈子不会把我女儿的照片分享给大家。很抱歉，我也必须跟我所有的老乡讲，真的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，你们真的超级棒，我很爱你们。但是 Sorry， 我不会。把我女儿的照片分享给大家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很糟糕的人在网络上面，他会讲一些很糟糕的话。我觉得他这个纯洁的灵魂，他不需要去经历这些东西。这都是我造的孽，冲着我来，冲着我来，好不好？他没有理由去给你们评论，给大家来评论说他好与不好，他也不是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对，所以 yes。不会，但是很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都有看到很多老乡们的祝福，然后我很谢谢你们的爱，你们真的是超级棒的，很感谢你们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